设计，这就是校长成功的地方了。他一直以来呢，他所做的呢，都是以学生为出发点，每一样事情都先看学生有没有得着。所以今天很多同学一定很不舍得校长，当然校长也很不舍得，对坤二真的是万般的不舍，特别是昨天及前天啊，六年级的同学呢已经偷了校长一大把的眼泪了。好，校长，也希望无不散的宴席，我们知道你有万般的不舍，这样我们也何尝不是呢？但是路还是要走下去，每个人还是要往前面走的。我们我就请你放心，你一直以来的骄傲我们会铭记在心，你的办学理念，你的尾声都是我们后辈的很好的榜样，我们不会忘记，我们更会以你为榜。最后我们衷心的祝福你，在此更要向你说一声谢谢你，感恩有你，谢谢大家。
责跟你自己。不要责怪。哇，很热啊！所以你会这样帮我吗？好像。